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俗话说，不到长城非好汉。今天啊，我就做了一回好汉，因为啊，我来到了长城。看这里，这个就是长城啊，这么好的长城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好了，我现在跑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挺高的，挺难爬的。不过对我来说是小 case 了，因为我爬山爬惯了。北看这个长城啊，非常的雄伟，但是呢，它也有一段悲壮的历史啊。前面这是烽火台，这个就是烽火台呀。在这个上面看一下。哇，这上面还有椅子什么的。这个烽火台的功能啊，就是打仗的时候啊，在这个上面点火。这个地方有两张椅子，这个是供那个游客坐的，坐一下。哎呀，休息一下。然后这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摄像头吧，像一双眼睛啊，啊，是干嘛用的？哇，望远镜啊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看。看不了，它里面被堵住了，打不开的。但是现在这个长城的功能啊，已经用不上了，现在只有那个观赏游览的功能了。哇，那个上面好高呀，上面我不想爬了，太高了。本来我不想上去了，但是想着难得来一次啊，说不定这一辈子就来这么一次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爬上去看一下。啊，前面是很高的一座山。这个长城啊，是用那个石块堆砌而成的。想当年啊，这个长城呢，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，长城下面埋了多少那个尸骨。看这里，还有那个步数啊，600步台阶。我已经上了600步台阶了。前面那个是那个什么城楼，比如说是那个什么交易官呀、议门官呀。那个城头是在施工啊，施工的话就不去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来都来了，是吧？有可能这辈子就来那么一次，以后呢，说不定再也不来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打算过去看一下。啊。现在衣服都湿透了，喝点水呀、啊。不喝水的话，等下中暑了怎么办？是吧？这水很贵的，在下面那个小卖部买的，5块钱一瓶啊。在外面的话可以买3瓶的，但是没办法呀。到了这个里面来，你必须买呀。你不买的话，等下渴死了怎么办？又没人救你，是吧？很麻烦呀。冰啊！太冰了！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城楼的下面，有字啊，网红打卡点，二楼有小卖部啊，上二楼去看一下。哇，这有个望远镜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大一个望远镜。不是看一次有多少钱啊？啊，这里有个码，我看了一下，5块钱一分钟啊，我试一下。这个都不准啊！啊，对上了。那个是城市的房子，还在天空，看的不是很清楚啊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哎。这个一分钟马上就没有了，看到了，看到的是那个玻璃上面很多划痕啊。哎，看清楚了，对面那个高楼大厦。移动一下，看那边，看那个山上。
它的那个电杆，哦，那有房子啊，它那个山顶就是一些树啊，看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个就是对面那个城楼啊，已经呢搬不动了，就这个样子了，看的不是很清楚。啊，哎，怎么没有了？没有了，乌漆嘛黑的了，看不见了。太坑了，这个玩意！哎，这个玩意啊，太坑了，太贵了，一下就看完了，看都没看到。那个对面在丢山，丢了一条龙，我打开一下，这个就是一条龙吧，然后上面站了一个人啊。都说那茶城两边是故乡，你知道长城有多长？好了，下去了。五块。这个摸一下是不是一给钱的？两块摸的，就是这个红色的是五块钱一条。哦。它这个咬人的吗？不咬人啊。不咬人。那我告诉你嘛。嗯。我告诉你嘛，从这里开始，你在拍照吧。对啊，我拍一下这个。我这个不拍照。还有放贷的。下回再。好好好。不拍照。下去了。今天终于见识到了长安城的真面目了啊，没有白来。好了，现在回去了。这个是长城的围墙，这个长城啊是用那个石块堆砌而成的，想当年啊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才把这个建好呀，没想到一下就游完了啊。今天温度有点高啊。